经过时间的洗礼，老屋出现水电管线老旧与格局破碎的状况。经过设计师精巧的设计之后，华丽变身成为美式轻奢宅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独立玄关与开阔的公领域及厨房规划，最后是营造高级饭店感的卧房与浴室。门口的玄关以白色线板与花砖地板组成，复古又典雅，使用悬浮式鞋柜增加收纳空间。半开放式玄关巧妙遮挡客厅，让居家空间保有隐私。客厅使用经典美式风元素，线板搭配百叶窗，塑造简洁的美感，再以家具点缀空间。餐厅的定制蛇纹石餐桌与鱼骨拼地板带出高级感，餐柜沿用蛇纹石设计，塑造出空间的整体感，贵气十足。餐厅与厨房以玻璃拉门区隔，降低油烟飘入公共区域的机会。卧室黑色床头墙与床尾的白色收纳柜形成对比，收纳柜立面平整，拉长视觉感。祖母绿色绷布床头呼应整体风格，浴室使用玻璃双开门，如电影中的豪宅，相当气派。浴室使用铜色瓷砖，拉长空间感，看起来宽敞奢华，犹如高级饭店一般。高里老屋在设计师的巧手之下华丽变身，犹如高级饭店一般舒适奢华，成为屋主们理想的居家空间。